国七农场，不知道大家有听说过吗？五四农场，我想有人听过吧。五七农场是属于五四农场的一个分支，是一个连队，迁到这里来，然后就建立了这个五七农场。我们看到那个路牌上面，向左，7公里是五四农场。然后朝那边5公里是芦草岗。五七农场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？成立的啊，应该是吧？据网络上的一个信息，有的说是58年就大跃进的时候就开始了，有的说是74年，具体是什么时候？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，我想以后会知道我看到前面这个，场所有点像。当时的，就那种小县城，就是县城里的那种电影院，对吧？有点感觉这个像。现在应该是没有电影可看了，因为大家除了看电视以外，那么网络是这个时代的主要。这个仿佛在50、60年代啊，这就算是电影院的上面。然后，既然有电影院，那应该属于中心的位置吧？看那有路，那是一条直路过去，那边也是直路。那么所有的路都是直来直去的。这就是在滩涂上建立的。那么这里现在是华联联华超市，还没有什么。五七农场位于的所在的位置是应该是在蓝汇区。在属于蓝汇区啊，但后来蓝汇区又被变成了浦东区，目前它应该准确的说是浦东区的所在地，这是刚刚是前面一半部分，这后面是一个大的一个。建筑延伸体，我们可以想象，这应该是一个类似电影院的场景吧。小院子。无法走通了。已经变成了住家了。想想啊，那个年代，大家都聚集在这里，周末一起来看电影，这种场景感觉还是很温馨的吧，应该有。
这个电影院的门前成了停车场。菜场。特别的安静。农场居委会以及南汇新城镇总支部委员会，属于这个区的区政府所在地吧。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宿舍楼。看这个房子的造型设计啊，应该是大概是70年代的，不会是50年代的。厂中路很有意思，厂中路啊，因为在上海市区也有一个厂中路。上海已经进入了深秋了。工厂，那看来大部分租用出去了。非常安静。
前面是泸州路。那边就是工厂，也就靠近海了。小平房，然后前面有块菜地，这倒不错，自给自足。走不了了，折返。2020年5月16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禁止航拍。小平房。猫咪在叫我，这也属于连队的位置。他刚刚写着军事地区不给飞，那么既然这边张贴了，那就说这一块是不能飞的了，无人机是不能在这里飞的。
水塔。看上去环境不错，看这个有什么？蓝慧星城镇和长宫，长宫是。属于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社区，以前有这样的房子住，已经属于条件比较好的了。存放自行车的地方，外面什么啊？这条河，老子小楼房，有平台，还有阳台，一室一厅两室一厅，挺好的。黄豆，黄豆，挺好的，拜拜，走，再见啊。晒黄豆，菜场。中午时间没人，
所以是高的。围墙有一种中式的感觉啊。看了一下停车场，我们刚在那边看到这里有一个凉亭。啊，围起来了。就前面有个凉亭。这栋建筑似乎有点西式的感觉，有可能是某个领导的住所吧。这边路上的监控探头特别多，师傅，我问一下，这个五七农场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？啊，就这个五七农场啊，啊，什么时候成立的？7年大概。几年了？6、7年。五七。五七年是吧？啊、哦，也是50年代啊。哦，我老小子叫五七农啊。哦，那是50哦，也就是说还是在50年代了。啊。哦，我以为是70年代，我看网上写的是70年代。哦，那你一直在这里啊？啊。一直生活在这里啊？我是大概6、7年是来的，6、7年过来的啊、哦嗯。那就是这些辰光已经给吃农场了。这个还很大嘛，看这个农场。那啊，现在是蛮大了。啊，它是以前就是五四农场分出来的，对吧？哎、嗯，五四。五四农场在那头，对吧？嗯、那边。我刚从那边过来看过，然后一直到这里是五七农场。啊，那边一个五四农场，啊，是啊，你一直在住在这里吧？嗯，去年就是讲，12年就是说劳动就是到大概半月，嗯，那么是21年就是五四，啊，五四，他应该是、啊、东海他给两个农场挖出来的，哦，两个农场啊、嗯，那是从那个五四应该分出来的，你五六十年代一直住在这里啊？啊、哦、那时候多大？那个来的时候，我来的辰光大概30几啊，30多岁啊。啊，哦，那你在这工作吗？在这里工作。退休了。啊，就是以前也是在这里工作了。啊啊。哦，那干什么呢？具体？老早是我你是阿金厂，我是阿金厂进来的。哦，厂里面进来的。啊，皮工厂，阿金皮。哦，顶替过，顶替工厂啊。你是这些？啊，你是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这里生活还好哎，还蛮好的吧？啊，生活可以，还可以啊、哦，比较安静啊、哦。这个国家好啊，我们就是很安静啊，这里蛮舒服的。啊，就是房子嘛，进来是小每人一套，啊，人家一套。哦，进来就是每家一套是吧？真的。相当于刚你刚买呗，你相当于送给你了。啊，得送的样子。是养个子女嘛，是一人一套。啊，你子女也在这里了。哎，也在这个女托打进来了啊，那现在已经出去了吧？啊，现在出去了，到外面工作了。我两个孙女在那个工厂里工作啊，一个相当于在那个一个嘛，就是吃的派出所一样
啊，一个嘛辣辣做神官，还一个嘛就是讲，来叫不出了，原来是叫农机厂，农机厂，别过去，别了个东北，啊，你找个农机厂本来辣东北的，那么差太子的嘛，别到东海边。高兴昌隆来啊！那现在这个没住在这里了，就是你们两个人老人在住在这里了，他们没住在这里。子女谁那个的？还也住在这里吗？家族谁住了当？啊，孙女他们就出去了。啊，怎么子女嘛已经退休了。也退休了啊。也退休了。啊，也退休了。啊。哪个不能退休呢？那厂里样子，这个儿子才谁分那个那个。嗯，蛮好的，我就过来看了一下，哎，这个地方挺安静的。一看五七，因为前面是个五四农场，那五七那肯定也是农场，还可以。这有多少人口啊？人口到目前呢，有千把人有吧？我不会的，可是去了。因为网上也查也查不到，所以哎，蛮有意思。嗯，哎，你看那个电影院也变成了那个联华超市了嘛，是吧？以前是电影院嘛。电影院放了。啊。原来你和那个房子那个房子已经去了啊，对呀、啊、都没用上。您这是去哪啊？我都退一退去。去走一走是吧？啊。好嘞。挺好，这地方蛮安静。美好。是美好。就离市区远了，对吧？离那个泥城都远了，算去一趟也不容易。方便也蛮方便。方便车有，现在车方便。有车子了嘛？要到泥城去，一么可以这个辰光，嗯，乘过去嘛，小到泥城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再见啊，我在这边去看一下啊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老师傅六七年来这里啊，进厂里面。一进来就分了一套房子，很开心啊。他们这样生活也没有说发什么大财，哎，住在这里挺好的。然后现在退休了，国营就是类似于以前的国营单位啊，国营单位都有。哎，这个大的草坪都有房子分。现在的房子要靠钱买。60年代的这个老师傅是三十岁、40岁，哇，高寿高寿。鸟儿在鸣笛啊，河对面，河对岸就是鲁武路，鲁武路。种上菜了啊，挺好的。
这边靠近芦潮港，五公里的距离。开个电瓶车就可以上下班，所以这里可能有一部分也租用这里的房子吧。我们又回来了，电影院。凉亭。种的是松柏啊，有意思的。风大嘛，因为靠近海边。松柏的话，有很好的一个抗风能力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拍摄的这个路途遇到的一个五七农场的一个视频啊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